يا最近呢，有一个穿黑衣服的一个大哥，他离那儿比较近，他第一个冲到前面，然后我们也往那边冲。我跟我们朋友还有一块赶来的人们吧，也都开始有找绳子的，有送竹竿的，是吧？然后我们的也开始营救。但是也不能，一味的大家都往上抢。我们这几位都是说手拉手的，一块儿就是开始做救这个母女两个，借助每个人的力吧。哎呀！这医生这回拿走吧，要不更伤了。哎，别先批合啊！算不上啥伟大的力量，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参与的每一个人，我们大家心里边只有一个念头，不允许咱们看着只有把他们救上来。